这是一款纯赛道超级跑车，全球限量40台，它配备了兰博基尼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V12 自然吸气发动机，它就是兰博基尼 Esenza SCV12。 因为该车完全是赛道化的定位，并不能上路行驶，所以在外观设计上不需要考虑任何的公路法规要求，因此它的一切设计只为了更纯粹的赛道性能表现，比如它极致的轻量化及极限性能的空气动力学都在这辆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兰博基尼 SCV12 还配备了独有的赛车程序，就像法拉利 FXXK 和迈凯伦塞纳 GT2 一样拥有自己的赛车程序，因此你可以想象得到兰博基尼赛事运动部门研发出来的这台性能怪兽是多么的暴躁。动力方面，它搭载了一台兰博基尼传奇的 6.5 升 V12 自然吸气发动机，不过在经过一系列的赛道化调教之后，这台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超过了830马力，而且与之匹配的是6速序列变速箱。至于百公里加速时间以及极限时速这些数据，对于 SCV12 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是一款针对赛道研发的车型，接近于赛车级别的操控表现才是这款车真正的优势所在。大家都知道，无论排量多少，缸数多少，似乎没有增压就很难实现高性能。兰博基尼执着地使用自然吸气，使用着最直接最暴力的方式挑战速度的极限，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内燃机不死，大排自吸永存。